小常，我知道这件事一时半刻你很难接受。是，这些年你跟着我，的确是让你受委屈，可是他都已经回来了，你看是不是？我是他什么人呢？以后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？ 阿成，他毕竟是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恨他！阿成，你别激动。我能不激动吗？你们要他回来，有没有问过我，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？当然，你们也不用考虑我的感受。在这个家里，我就是个仆人嘛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谁拿你当仆人了？ 你是我老婆，也是想着你商量一下的，但谁想到他今天晚上回来了。这样吧，我会跟大姐说的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。说实话，我今天看到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发现我们有钱那么恨他了，很陌生。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如果一定要说的话，我只有一句话。 好走不送，大哥晚安。我去看看明天祭祀要准备的东西。 知道，我心里放不下。在国外，我一直很消沉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每天应该做些什么。你好也罢，坏也罢，这些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 我还欠你的，你心里明白。孟伟，他死了。我姓明，值此多时之秋，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。 再见，师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好，我不留你了。 现在最想得到的和最想毁灭的是什么呢？随便问，不好回答就算了。不知道。你跟我一起去香港留学打工，干什么都行。 时间好吗？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拿到那份名单，交给我来处理。刘队长，危险！
想到。涉及到我最亲近的人，我做不到。你身为情报处处长，遇事一定要考虑周全。我绝不会再有任何亲情的羁绊。要杀了他！你只觉得你自己受了欺骗，你想过我的处境吗？我跟大姐都在乎，你在乎过我吗？你现在受了委屈，你就要使性子，你对得起这个家吗？你让开！拿枪指你，你是想逮捕我还是打我？你爱过我吗？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。爱过我吗？我相信你会对你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从此以后也不相见。饿了吧？大哥让我给你送去宵夜了。谢谢你，东西放下，上楼睡觉去。说吧。大姐一向独断专行惯了，一时之间扳不回来。有些事也是急不得的，你要理解。从小就都是我的错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不是，我只是怕你受委屈。无聊。你惩罚的不是锦秋，你惩罚的是你自己。我觉得我像陷进了一个漩涡，越陷越深。我越是想往外拔，却总是有那么多双手使劲地往下拽着我。我们先不说这事儿了，行吗？如果你就这么死了，就太没有价值。就算死，也要在反抗当中死，绝不能把自己窝囊死。我们今天说的话到此为止，你明白我明白就行，不要再让第三个人知道。当然。为什么就放手？
你我之间就不必装糊涂。你不是一直喜欢他吗？我跟他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这些东西不重要了。谁会无动于衷？谁心里不难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仅仅辜负了他们，你辜负了所有人，你自私。明家的小少爷背景干净，家世显赫，你是我最佳的选择，只有你能够替代孤狼吗？不错，你太客气了。我记得阿成会画画，画技总上不了档次，街头画家出身。怎么敢？签字吧。好漂亮的办公室啊！你也坐吗？明先生在开会，我是他的助手。这么严肃？你是故意的。这不摆明的是想栽赃他是共产党吗？你放心，只是怀疑。我了解他，我也相信他。大哥不会是共产党的。实话告诉你，有些事情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滚出去！去那儿干嘛？那可是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咱们最常去吃的地方。要是不肯去怎么办？傻孩子，昨天晚上一晚上了，今天还要继续啊。放心吧，到了该让他消失的时候，我自然会让他消失。何作义，